耶、yeah, ！欢迎我们的豹哥来现场，哎，豹哥，请你起立，开始你的豹舞表演。跳完累了，可以吃准备好的外卖。我们先让豹哥有发言权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一上来就在那边狂赞助，然后讲一些 OK， 狂赞助，干你爸爸，我已经，你知道他是被讲多久了、啊？哎、欸，其实不久哎、欸，一个礼拜不到，一个礼拜不到吗？差不多一个。等一下，为什么现场真的有咖喱的味道？因为既然豹哥都来了，豹哥、啊，所以你要不要借这个机会来那个澄清一下？好，首先跟大家讲，有两个版本，一个版本说那个是十年前的我，然后另外一个版本是那个是在大学宿舍录的时候的我。我这边想澄清一下，都不是。都不是，我也相信不是，因为我们把本人找来现场，来欢迎真的咖喱拌饭。哦哦哦！外卖啊！我们今天吃，我们今天吃什么？怎么吃呢？我们吃咖喱拌饭啊，咖喱拌饭啊。我们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，站你老母滚开 ！Oh my god， 我到底看了什么？好了，滚了 ！Oh my god， 不会、啊，我觉得蛮像的，很像，很像。啊，你会怕在镜头前面唱歌这件事情吗？不会，我只是怕在镜头前面破音这件事情。啊，没差啦，我这个你破就破啊，我都卡弹那么多次了，都没事。老弹爆了。所以我要先唱歌吗？你可以先自我介绍。哎、欸，你刚刚自我介绍过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特哥。Oh my gosh！ 我发现我每一次只要访问来宾，一定都会有一件出糗的事情发生。我们来唱那个 Hello 来，然后顺便欢迎特哥啊，不特哥。哇！可以。你平常会喜欢唱歌吗？很喜欢唱啊，可是好不好听是别的事情。所以你今天的歌都是带那种很安静的吗？因为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歌，然后里面有一些是台语老歌。哇，你平常在拢听那个台语老歌哦，所以你的台语真正是我台语普通普通啦，啊，不过一般一般。哇，一般一般，一般一般是啥意思？一半一半哦，一半一半哦，一般一般。你有什么喜欢的歌手吗？很多哎、欸，喜欢的歌手吗？第二肯定是林子廷啊。第二个嘞？那肯定的，第二个、听的比较多的是艾怡良。哦，所以你听过他的《等一个人》吗？等一个人没有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那首歌超屌。那我回去听听看。好，你可以去听，对吧、啊？嗯。完了，话题结束。问下一首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你不管唱什么歌，感觉观众都会买单啊。你不能这样讲啊！真的、啊。他们现在只想看我唱《要爱爱》。请问这个场地适合立定跳远吗？怎么不适合？我们这种实况组啊，闹钟通常不记的，就是睡到自然醒，然后醒了再播，然后播完再睡。所以你一醒来的时间都是在实况？没有，我一醒来就先喊我妈。哦，喊你哦，吓我一跳，喊你妈。就先喊我妈。请问喊什么？什么啦？不是，我听不懂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哥超喜欢你的。然后跟我讲一些就是你的一些有趣的事情，这样。你说跳远跟，就你有不是有跳，对，就是这个很可爱，这个很可爱。我其实觉得这个比较丢脸啊，真的吗？我觉得蛮可爱的啊，谢谢。真的很，我没有被安慰到，就我不会觉得很别扭、恶心什么的，就是很 Q， 认真啊，真的啦。谢谢啦，我看超多遍哎、欸，超多遍哎、欸，最后一句可以不用补。我其实那个时候收到邀请的时候蛮吓到的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，能来上面唱几首是几首，因为我很喜欢唱歌，然后没有在这种环境里面唱过。好啦，做艺人的啦，做歌手啦，不要这样演艺圈，不要啦，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其他意思，只是很有趣。我早就说豹哥可以专心搞唱歌这一块，之前还去拍抖音什么咖喱拌饭的，浪费才能。豹哥你好，今天才知道你唱歌真的好听，而抖音已追踪。大家如果知道他的抖音账号，请给我。我没有抖音。对啊，你是有想要进去音乐圈发展？我当歌手是最想当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豹哥，有梦想很好啊。没有哎、欸，我的梦想
是我啃老。没有了。李璇，我要回家种芭乐。哦，你们家种田的？对啊，我们家种梨子。哦，我家种芭乐，好酷哦！人生第一次豆内当芭乐王子，遇上梨子公主咖喱巴饭。啊！我以为你一开始就看到最后四个字了。咖喱巴饭，咖喱巴饭。胸口露着你的香，双手握有你来渴望，虽然一张空也已经有价值，我的心内有针梅花煞无声，原来哪会一个人苦劝无脚砖，别人的话拢不听，一生我爱是倔强的情歌。其实我觉得你唱腔有点像李连杰。啊？你有听过李连杰唱？连杰不是？我当然听过啊。他不是打星吗？对啊。嗯。他会唱歌？你讲错人了。哦，是李连杰吗？你说李圣杰啊？哇哇！大家拜拜，我们要关台了。大家拜拜，拜拜。要看你一眼，一瞬间足够我熬过千年，我不后悔，爱若让末日提前，我们要一起好好迎接那句点。咖喱拌饭，咖喱拌饭。今天要吃什么呢？咖喱拌饭。我们暂停一下。